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呱呱。上期我和菠萝在巨魔洞穴找到鱼镜之灯和魔豆，那么我们这期就烧毁荆棘去大城堡吧。菠萝，赶紧来试试，用鱼镜之灯烧起来，咱们上去看看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看把你急的，你看这荆棘都变成灰色的了。嗯，再一打就没了。不过这也太慢了，我还以为一烧一大片。菠萝，咱们试试 TNT 吧，让我炸一下，这样太慢，啥时候能上去？我回去拿 TNT， 你等我。好了，菠萝，快闪开！你看不行吧？还是慢慢烧吧。呱呱，我已经上来了，你赶快传我吧。来了来了，哇，这个城堡真的好漂亮啊！你快过来，咱们试一下那个魔豆。这个魔豆是种在肥沃的土壤上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哇，太神奇了吧！菠萝，咱们上去看看。上来了，上来了。哎，菠萝，你看那个城堡上有个大木笼子，咱们过去。这里还有个粉红色房子，咱们进去。菠萝，这个城堡好厉害，这么复杂的。菠萝怪，快打他们！呱呱，咱们这转一圈啥都没发现，就这几个小怪和空房间。我这边也是，要不咱们上去上边木笼子那里去看看。好的，那咱们走。菠萝，你快来，这里有巨人。打完了，咱们继续走吧。这里好多哥布林啊，打他们还在哭。哈哈，我又想起了雪怪首领。终于到了，菠萝，你说里面有什么怪啊？应该没怪，听说这个地图还没做完，咱们去看看。真的什么都没有，里面有个牌子。最终 boss 在这儿，果然没做完。菠萝，咱们合个影回家吧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啦。喜欢我们视频的小可爱，可以帮鹅老板点赞和转发，爱你们哟、哦。